级汽车。砰砰，爆米花。啊，能田大丰收。收割机哈维开始工作。小麦咔嚓咔嚓，南瓜咔嚓咔嚓，番茄咔嚓咔嚓，玉米咔，玉米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哦，原来是被他偷走了。嘿，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痛就对了，爆米花车，让他们吃点苦头。小鸡们多吃一点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波波小心！情况紧急，呼叫指挥中心。怎么回事？是我眼花了吗？白老虎开心虎，有辆会喷爆米花的汽车。哈维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我绝不允许他这样浪费粮食，必须赶快阻止他。你说的对，超级汽车。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全能收割机哈维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别想跑！哼，这就是浪费粮食的下场。寻找大怪兽。哎，妮娜，你在排队买什么呢？是最近新出的怪兽漫画书哦。听说非常好看，雷克警长，你要不要也买一本呀？人太多了，我先去巡逻，一会儿再来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，陆地车们？我们发现了一个怪兽。怪兽？你们说的怪兽，
该不会是他吧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这是漫画，你们一定是产生幻觉了。不，我们真的看到了怪兽。你们是在哪里发现了怪兽？带我去看看吧。跟我来。雷克警长，我们就是在这里看到了怪兽。没错没错，这是他留下的大脚印。看来真的有怪兽。呼叫指挥中心，贝勒虎、开心虎，城市里好像出现了怪兽。啊，怪兽？没错，我必须马上升级去调查真相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怪兽怪兽躲在哪？开雷达滴滴呜，花园里面找一找。哦，发现大脚印。地上脚印一排排，样子样子很奇怪，走过去又走过来，消失在花园外。咦，怪兽怪兽躲在哪？开雷达滴滴呜，大街小巷找一找。哦，发现大脑袋。是怪兽，我看见它了。一起抓捕大怪兽，速度速度要加快，左边右边来包围，我们要把你打败。是猪的大脚印和大脑袋，原来只是个意外，真相真相一揭开，哦，怪兽不存在。原来没有怪兽啊。朱大叔，真是抱歉，我们差点把你当成了怪兽。不要紧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打扮成怪兽的样子呢？哦，对了，我是为了宣传这本漫画书。我听妮娜说，它非常受欢迎。没错，如果你们也喜欢，这几本就送给你们吧。哇！消失的超级汽车，我发明的大力拖车果然超超超大力，连货车搬搬都拖得动。马上要天亮了，今天的任务完成，明晚再继续行动。什么事儿了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们好像被关起来了。嘿嘿，糟了，门打不开。我们可以呼叫指挥中心寻求帮助。咦，怎么没有反应？别浪费力气了，这儿的信号已经被我切断了，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吧。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雷克警长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看到斑斑了吗？好像没有。好饿呀。
真奇怪，亚米今天怎么没来卖早餐？什么？亚米今天没上班？啊！小美去哪儿了？这里的垃圾桶已经满得装不下了。大家都不见了，情况不对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乐虎、开心虎，今天有很多超级汽车都消失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快帮我找一找，他们在哪儿吧。没问题。奇怪，搜索不到他们的信号。不好，他们可能有危险，我得去找一找，快帮我升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朋友们在哪？雷达开启，加速前进，睁大眼睛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啊，快来帮忙啦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线索藏在哪？人行道上，小水坑里，草丛里面，大树下面，发现大家的踪迹。朋友们，你们在里面吗？快救我们出去。雷克警长，敌人出现了，小心，长长钩子伸出来，危险，大大箱子飞过来，躲开，警车要战斗，前进，丢，向前冲，冲啊，正义需要我守护，全力以赴，大大钩子甩呀甩，晕乎乎，警车想办法，绝不认输。雷克警长，把他引到仓库前。滴滴呜，看这里，打开灯光吸引你向我靠近。就是现在，全力出击，这开门，拉住你。哼，你也尝尝被关起来的滋味吧。失控的赛车，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吗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。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？怎么了？
的身体不受控制了。旋风，快帮帮我！不好，这样太危险了，得赶快让它停下来。呼叫指挥中心。旋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智能跑车福特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速赛车变风，超雷达警车来车，大力士吊车马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，滴滴五快快停下，十字路口有危险，轰隆隆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，哐哐哐伸出手去拦住路口，不要冲，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吊起来，谁来帮帮我，怎么停也停不下，谁来帮帮我，我也好害怕，让我来帮你追呀追呀追上你，让我来帮你，不要再轻轻，不好，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，我来帮忙。来了，发射大王拦住你，向后退，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！哐哐哐，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勾住你，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！谢谢你们救了我，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超级快递，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哈哈，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看到了，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！嘘，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白老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
巨无霸货车，斑斑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大炮出租车，米娜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送货快又准，这不是我的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农场的快递。天黑之前都送达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啊，好呀！美味派对。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，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！哇，有好多好吃的。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我要蛋糕，我要惊喜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叫指挥中心，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魅惑美食车亚米，
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轰隆轰隆轰隆隆，新鲜的食材交给我。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！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。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。搅拌搅拌加水果，酸甜的果酱变出来。变呀变呀变呀变，哦变出来。跳呀跳呀跳一跳，气球和彩带飘呀飘。跳呀跳呀跳一跳，戴上小帽子一起跳。披萨咬一口，香香又脆脆。果冻果冻咬一口，滑滑又软软。Yummy yummy yummy， 蛋糕真好吃。Yummy yummy yummy， 排队美食多。跟着音乐大节拍，一起来摇摆。拍手跺脚扭一扭。我们在一起 Happy Happy Happy， 最棒的 Party， 哇哦！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！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哦吼！难道是什么宝贝？呀，是张藏宝图！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嘿嘿嘿，那一定是我的，嘿嘿嘿，刚好是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靠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乐湖，开心湖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！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嗯，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，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、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。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，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，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轰隆隆，追呀追呀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雪峰快跑啊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王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抓到了，鲨鱼鲨鱼有尖牙，妖魔大王咔嚓咔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它。我又失败了，是个奖杯。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库珀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哦。大战暴龙装甲车。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哦，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哎，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。库珀，让我再看五分钟，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，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，哦，酷宝。对不起，阿力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咦，怎么回事？小心！是暴龙装甲车！酷宝，快跑呀！电影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阿力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长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。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许你伤害大家！大钩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。一二三，上后拉，哎呦头破了。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站住别想跑。糟糕！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洞洞，等着你快靠近，快用掉进去。滚筒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。哈哈，成功了！快开始修建大楼吧。我掘起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跳翻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，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啦。哇哦，大楼比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下！失业的垃圾车。嘟嘟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，你看。啊，奇怪。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，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。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啊，到处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。分类垃圾车，蓝红灰绿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房顶上、树上、池塘里，到处都是垃圾。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事，瞧我的。是垃圾，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，哐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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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。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
大家别慌张，我们一起来清理垃圾分开装，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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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垃圾全都看不见，街道变干净。快看，那边还有垃圾。哦，是怪兽垃圾车。前面的，快追！天空下起垃圾雨，大家要小心。左边右边来包围，一起困住你。看我的石头！咕噜咕噜噜，咕噜噜。石头困住你，喷不出垃圾，垃圾垃圾都清理，城市变干净。大家辛苦了。章鱼车来袭。一二，成功了，终于从大坑里出来了。太感谢你了，雷克警长。不客气，路上小心。嗨，小美。你好，雷。对不起，我弄脏了街道。哎，雷克警长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城市清洁日，我们必须保证城市里干干净净，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好的，小美，我现在就去洗澡。啊，很好，我也该去打扫公园了。哼，你们想让城市干净整洁？哼，我偏要把城市搞脏搞乱。章鱼车，该你出场了。哈哈哈。救命，我被粘住了。终于洗好了，我敢说我是这条街最干净的汽车。是谁？天哪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章鱼车在到处喷墨，这种墨汁又黏又脏。你们看。我们要赶紧清除墨汁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螺旋洒水车咕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长手臂无穷力气，大车小车都吊起，需要救援大声呼喊，超级汽车来帮你。大家都安全了，呼噜爷爷交给你了。小意思。旋转喷射哗啦哗啦，上上下下都冲刷，加强威力喷喷喷喷，大街小巷变干净。咕噜爷爷小心，站住别跑，守护城市我的责任，加速向前追追追，小心小心左右躲避，超级汽车保护你。哎呀哎呀，看不见路，开启雷达滴滴呜，发现目标快快行动，是猪大王成功抓捕。哦，钓到了一条大章鱼。哦，
冲上房屋。大雨大雨哗啦啦啦，空气变得好清新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照耀城市美丽干净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每个角落亮晶晶。快看，有彩虹！哇！这个没用的章鱼车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超级汽车，我要把你们飞啊！这个坑还没填好啊。救命！